现在我们要介绍如何使用创用 CC 图库。那么请各位把克隆浏览器打开，然后在浏览器里面搜寻创用 CC 图库。好，那么教育部其实它有收集创用 CC 的资讯啊，所以请你点选教育部创用 CC 资讯。那这里面有很多个图库，那都可以使用。那我们以 Open Clip Art 来做示范。那找到网站之后呢，它的搜寻列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可以把你要找的关键字把它打进去，那尽量用英文，英文比较找得到。那如果你要找的东西你不知道英文，那请你用 Google 翻译去处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个青蛙，找一个青蛙，按摄取，那你就会找到跟青蛙有关的图片。那假使这第一页没有你要的，这边还有其他的页，其他的这个分页。好，假设这一张是我们要的图片，那你直接点选进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在 Scratch 里面可以用的图片是 PNG 档，所以请你直接点选 PNG。然后在这个图片上直接按滑鼠的右键就可以另存影像。另存影像存到你指定的资料夹，按存档案名称可以自己设定，然后存档。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一张图片。